面对阴天、水而上得未用的问题，农粮署除了鼓励农民朋友去参加水资源庆用以外，还可鼓励农民改种无添肥、麦，或者是番薯叶豆，使较唔按倒水嘅测量作物。同时，一公顷呢就两个多、三到九万元嘅奖励金。农民朋友就做得看自家想法，去参加水庆，或者是改种测量。不过，农民嘅观念是讲去申请赞助。补偿金还是为本地主联系，还有是临时的赞助，而面对减少和设备成本加当初的问题。故说农粮署是做的服务天母，亲好还是为同地主打契约，将正式补偿的多，切解权益。是在大田基，土水金用其方便的田丘，来来回回进大田，一摆不是为耕种，是为到返工的先来准备。农民齐同前表示，虽然农粮署鼓励农民改种插粮，不过插粮补助金是系在讲天，农民拿唔到，大部分都本地主联系嘅，还个系临时性改种插粮，冇问题嘅通路，故所以今天爱休工。齐同前咪讲，农民是希望政府听实际有耕种嘅人解决困难，唔系大摆就事态前补出，看起来是解决问题嘅，不过实际上有加成嘅天农。同天主之间的紧张关系，政府的补助啊，你俩讲实际讲状因那么多，吼，俩系啥问题都解。再来啊，吼，啊，你俩农民啊，去习惯的作物，而去转变，俩有点困难，台下会唔管。再来呢是通路的问题，销路的问题。你是否政府就供量和容易输掉？但是你俩种芋头的时节，唔会说又可以做，吼，但是。价钱各方面来讲，系一只咪系一只大嘅问题，所以种种嘅原因啦吼，连农民其实会转做芋头嘅人员是会降低啦。方法好解决，认真要买了，台车看到车木就紧啦，上错一个车啦，吼你佮讲嘛，推住落架铺啊，有点咪唔会让出来啊，你落架铺啊，咪落地条，你来铺啊。用心有啦，讲因讲唔出来。对呀，农粮署不欺分数讲，为了土经营期间，唔好本田丘边的界限，将鼓励农民改种插粮作物。土亚同时间做了没有树叶，辅以天主同农民间爱天合约，农粮署为照契约内容来应天，同补助款发本有实际的耕种的人。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耕作奖励都是给耕作者的啦。那至于耕作者的认定这一块的话，我们其实是鼓励我们的耕作者跟地主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契约在。那这样子对于不管对于耕作者来说可以保障他的权益，其实对地主来说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保障。那他万一有什么跟耕作者之间有一些争议的时候，至少还有一个契约可以做保障。是讲农民是讲真实爱临时性改种，就爱面对成本同管理少数的挑战。专门滴给种芋头的农民讲，芋头的土生物感染天气，种的成本太粗的，对临时爱改种的农民来讲，暑期来过后，行销保存也的问题都要克服。后续的上完成本，对短期改种来讲，农民可能算唔好。会牵涉到你啊演变的问题，厨房的问题啦，哈，某变相来讲，你啊木头来讲，比如常温底下来讲吼，伊袂贬值，那贬值来讲，哈那买蒙进来，按着血本无归，所以讲经济上你啊冷藏设备买东西啊，又增加你啊农民的成本啦，啊为了市场到底很容易的唔滴。那些的些皮头，有的讲啊，那成本还不是多么用，又没按到打赏了。桃园市农业局表示，希望有农民前来改种插粮，农业局未来听农民前创赏诉求，希望农会每位提供保存的蔬菜。不过爱病呢，上完晒皮，还是爱让爱打黑，也是许多县部区公所登记爱改种的农民有下增加掉位。不过农民还是动手，希望一海按台村人来改种。为大块，比想讲番薯、芋头的亚条加丝毛，面对很多的不确定因素，还是爱同天主维持关系，大家同睦奈何。然后面对水资源、环境按践行，农粮署还是希望农民做的配合政策，还够透过亚摆政策实施，未来做的调整水经用政策的规范，本行较多农民享受为多。下个新闻，罗恩泰，桃园报道。